说你们是从世界之外漂流来的。走了我的妹妹，我也被神封印，失去了原本的力量。曾经跨越诸多世界的我们，受困于此。那究竟是多少年前的事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醒来以后，我总是一个人流浪，直到两个月前遇到了你。嗯，那是多亏了你，否则我大概已经淹死了，所以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向导的。该出发了，我们走吧。没路走了，那就爬上去吧。攀爬会消耗体力，体力用光的话需要时间来恢复哟。那么就按照我们说好的路线出发，目的地是七天神像。在这个世界的七位神灵里，不知道哪一位才是你要找的呢？七天神像了，神灵的造像散布在大陆上，象征七神守护世界。在七位元素神灵中，这一位掌控的是风。虽然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风之神，但我先带你来风神的领地也是有理由的哦。众所周知，语言与诗歌随风飘荡，
其中一定会有你妹妹的消息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当然，能不能得到神的回应，就只有试过才知道了。那么，就加快脚步吧。直接游过来哦。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元素了，看起来你只要触碰神像就能获得风的元素力呢。这个世界的人想要获得力量，绝对不可能像你这样轻松。嗯，因为你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嘛。从这里向西走，就可以抵达自由城邦蒙德。蒙德是风的城市，在七神中供奉的正是风神。能从神像获得力量的你，会不会在那里找到神的线索呢？而且蒙德有很多吟游诗人，说不定能打听到你妹妹的消息。好，那就出发吧。这个世界的元素回应了祈愿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好兆头哦。刚才从七天神像获得的风元素力，哇，好羡慕啊！我也想有这么帅气的战斗方式。
我们小心一点前进吧。不用怕，放心了，我回来了。他在跟龙说话。谁？什么？还以为要被吃掉了，肯定和那个跟龙说话的怪人有关系。嗯，我明白你的担心。哎，那是什么？那块大石头上闪着红光的，我们靠近一点看看。小心，它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从没见过这样的石头，没法确定它是什么，只能知道它很危险，先保管起来吧。嗯，回收完毕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
风神护佑你，陌生人。我是西风骑士团侦察骑士安博。你不是蒙德市民吧？那么请说明自己的身份。冷静一下，我们不是可疑人员。可疑人员都会这么说。听着不像是本地人的名字。还有这只吉祥物又是怎么回事？虽然是认识才两个月的旅伴，但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。总而言之是旅行者对吧？最近蒙德周围有巨龙出没，你们还是尽快进城比较好。这里离蒙德不远，就由身为骑士的我来护送你们一程。你出城没有什么别的任务吗？当然有，不过放心，任务路上也会保证你们的安全，而且我也不能放着可疑人士不管。失礼了，这不是一位优秀的骑士应有的言辞，我向你们致歉。陌生而可敬的旅人。好生硬的发言。你是对我们骑士团指导手册里的规范用语有什么不满吗？侦察骑士登场。喂，来历不明的旅行者，你们来蒙德做什么？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旅途当中和妹妹失散了，我是她的旅伴，正在陪她一起寻找妹妹。哦，找回家人呢。对了，等我解决了手上的任务，可以帮你们在城里贴告示。说起来是什么任务来着？很简单的，等会儿你们看了就明白了。秋秋人，不要放跑他。毕竟这种荒野上的怪物正在靠近城市，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来清理他们的营地。小菜一碟。不过没想到，原来你也不是没有战斗能力的路人。
谢谢你刚才的支援啦，这一战感觉如何？说起来，啾啾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这种生物一般不会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建立营地吧？是啊，他们本该只在荒野游荡才对。但最近风魔龙经常出现，果园被摧毁，商路也受到了影响，风暴爆发时又经常有人受伤，所以骑士团要分心防御。所以这些凡人的生物活动范围就越来越近。是呀，不过今天又清理了一个营地，还是很有收获的。跟我来吧，认真负责的好骑士要护送你们进城了。什么？好像下一道菜做什么好呢？嗯，你们也是附近的冒险家吗？是路过的旅行者，你是在准备做饭吗？哦，是旅行者呀，欢迎欢迎，我是林，冒险家协会的生存专家，如你所见，正在研究烹饪。毕竟吃饱了再上路是野外生存守则的第一条呢。野餐我也很喜欢，我的旅伴也很擅长烹饪哦，对吧对吧？没关系，锅子已经架好了，让我看看你的手艺吧。生存专家亲自指导，机会可不多哦。哦，我放了些蘑菇和肉在那边的桶里，试着做一份野菇鸡肉串给我吧。吃饱饭，冒险才会事半功倍。
已经做好了吗？闻起来好像不错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喵喵。咸淡适中，口感相当不错。我说的对吧？以你的手艺，一定可以挑战难度更高的料理。我的包裹里还有一些生的食材，送给你吧，就当做这一餐的回礼。哎，这不太好吧？你自己没东西下锅了怎么办？没关系哦，野外探险时可以搜集到很多食材，你们也可以多多留意。猎鹿人餐馆也会有食材和料理出售，有空就去转转吧。谢谢你的情报。喂，野菇鸡肉串给我留一点呀。蒙德欢迎你。自由之都，受西风骑士团庇护的旅人们，欢迎来到蒙德城。啊，终于不用在荒野露宿了。不过城里的大家精神都不太好的样子。因为最近全城都在烦恼风魔龙的事吧？但有琴在的话，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。琴，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琴，蒙德的守护者。与琴同在的我们，即使是风梦龙这种级别的灾害，也一定能够战胜的。对了，在一起去骑士团总部之前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，是刚才帮我清理丘丘人营地的酬谢哦。见者有份，为什么我没有礼物？因为那是小派蒙没法用的东西吧。但我今晚会请你吃蒙德特色的蜜酱胡萝卜煎肉。啊，蜜酱胡萝卜煎肉，现在就先跟我来吧，我们要去城区的高处。
平常这里，除了拐角那家酒馆没怎么受影响。说他们的生意变得更好了。封神了。那么说好的礼物就是风之翼。侦察骑士靠它在天空中行动，蒙德的市民们也很喜欢用。我特地把你叫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让你第一时间感受到它的好处。是正在热心推荐的语气呢。因为风是蒙德的灵魂嘛。好了，赶快来试试风之翼的性能吧。虽然操作起来很简单，但你一定要听我指示。
没事吧？居然拥有与巨龙作战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客人，还是新的风暴呢？风魔龙竟然开始直接袭击城市内部了。凯亚，旅行者，你们来得正好，我们赶快。等等，安博，这里还有人没来得及互相认识吧？好的，这是凯亚，是我们的骑兵队长，这两位是远方来的旅者。只知道是远方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原来如此，欢迎来到蒙德，但很遗憾是在这种糟糕的时机。我很理解血亲分离的痛苦心情，旅行者。另外，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风神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对吧？我是不会追问的。总之，首先我要带骑士团向你们道谢。蒙德特色的蜜酱胡萝卜煎肉。刚才那场抵御魔龙的战斗，被守护的市民们都是亲眼目睹了的。代理团长大人对两位也很有兴趣，希望能在骑士团总部一叙。绝窍。